大家好，我叫袁哲询，是一名飞机发动机工程师。简单的来说，我是一个飞机的专科医生，从事飞机心脏健康管理工作8年。就像医疗中的内窥镜与无畏镜一样的原理，飞机发动机的检修也是使用孔探技术，顾名思义就是从预留小孔深入探头进行检查。因为发动机的转子叶片都在核心机内无法接近，通过孔探技术能让我们工程师的眼睛看到发动机的内部状况，快速发现测量缺陷，辅助做好质量控制。为了让每次心脏体检都能看得更准确，不错过任何一个细节，东航在历史的检测数据基础上叠加了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图像检测算法，实现了用 AI 技术准确诊断发动机的状况，做出更准确的维护决策，排出最适合的处方，让飞机的心脏跳动更加的稳定。